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现在终于可以，录影给大家看，欣赏一下我们的银狐。你看哦，这只银狐有没有很小只，很可爱哦，是不是很漂亮？那我把镜头拉远一点哦，是不是很迷你，超级小只的，对不对？要拉远哦，有没有很小只？哇，我今天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这么小只的银狐。哦，到底会不会怕我水？到时候，因为我平时店里面用的那一只银狐啊，容水量是250到300cc 之间嘛。那么这只真的超级小只的，好像只有一个人喝水的量的感觉。给大家拍一下它里面哦，看一下，好像纯银的哦，好小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为了让大家看它多小只，然后你看今天。刚好我叫公司也寄来一个，这么大的一个铜壶，这个铜的钵了。然后就是最主要是让它来装水，装我们平时煮茶的那个饮用水。因为我觉得铜对我们的身体很好，很有帮助。我现在用装水的容器也要用铜的，所以我特别拿了这一只大的这个钵来装水，装水就是倒到我们的茶壶里面去煮茶。我现在给大家看哦。这只银狐，你看它小到有多小只？你看，它可以直接丢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它的口径可以直接装下它，撞到它肚子里面，好像妈妈怀孕带小孩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今天看到这两个比例，你看，有没有？一个超级大只，一个超级小只，好可爱的一对哦。好，然后我把小心的放上去。啊，超级迷你的，很像一个苹果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可爱！哦，这我下次来店里的话，我就用这只来泡茶给大家试喝看看，让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的这只小只的银狐，很可爱哦。它上面是一个莲花的那个把手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我其他的狐，其他的铜壶呢，就是在我店里都有展示过的。有的是特价的，有的是就是，我店里都有的壶，这一把龟甲纹哦，龟甲纹也很漂亮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而且特别容易好保养，很好保养，因为它的那个壶面比较黑色，所以其实超级耐看的这一款壶，这一款壶的话，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特价。如果有朋友喜欢的话，真的要赶紧下定哦。数量不多，这个也是朋友又喜欢的，然后上次店里的货已经卖空了，所以这一次又进了这一把。这红利就不用说了，这红利大家都喜欢，大吉大利。所以其他的壶嘛，还有一些还没有拆封，因为今天就先忙这些，就擦拭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才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。然后呢，今天有到这个白叶杯了哦。朋友们，大家就是上次说白叶杯缺货，然后这次有进白叶杯来了哈。还有这个鱼杯哦，还有这一款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一款是我们店里面的新款，就是上次只有两只到货两只而已，然后就被一个朋友一次性带走了两只。然后我说了，它这是汝窑杯嘛，因为它的杯壁都特别厚，然后它的杯壁的话，它是冰裂纹，呈现冰裂纹。你看它上面的每一个纹路哦，就是在烧窑的时候，它出来的都会不一样哦，形成的那个裂纹都会不一样，所以是独一无二的。还有它的那个杯壁上面会有做了一些彩绘的图案，就是一些风景图啊，就超级美的风景图。还有它的那个。杯子啊，杯子里面包的银块呀，都特别厚，特别厚，所以这一款杯子超级划算，超级值得，叫物超所值，真的超级好的。所以新款这款杯子，如果有朋友来店里的话，其实量也不多啊。如果有喜欢要带的话，可以赶紧带。哇，手机快没电了，好，先给大家录到这里吧。